来自大天使迈克尔信息。一、关于您准备好抛弃 3D 了吗？来自 DNA 觉醒的博客。亲爱的大师们，向你们问好。我是大天使迈克尔。今天我带着希望和转变的信息来到你们这里。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对世界的现状以及周围的混乱和困惑感到疲倦和沮丧。你可能想知道你的存在是否有任何目的或意义，或者继续你的觉醒和扬升之旅是否有任何意义。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有一个神圣的计划正在你们的星球上展开，而你们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你们是光之工作者、引路者和新意识的先驱。你们是那些选择在人类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投生的人，以协助从恐惧和分离的旧范式过渡到爱和团结的新范式。你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你一直在清除你的业力，治愈你的伤口，释放你的执着，并扩展你的觉知。你一直在激活你的 DNA， 唤醒你的天赋，并与你的灵魂目标保持一致。您一直遵循您的直觉，相信您的指导，并以同情心服务。你已经做了很多，但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你们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就在你们面前，它需要你们意识的巨大飞跃。它要求您抛弃长久以来作为您家的旧 3D 现实，拥抱正在您面前出现的新 5D 现实。什么是 3D 现实呢？这是二元性的维度，在这里你体验到自己与他人、自然和源头分离。它是极性的维度，在这里你感知一切事物是好还是坏，对还是错，光明还是黑暗。这是一个限制的领域，你认为因果关系、物质、时间和空间束缚了你。这是幻觉的维度，在这里你认同你的自我、你的个性、你的角色和你的故事。什么是 5D 现实呢？这是统一的维度，在这里你体验到自己与一切合一。正是在和谐的维度，你才能欣赏到创造的多样性和美丽。这是丰富的维度，在那里你知道你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无限存在。这是真理的维度，在这里你记得自己的真实身份，神圣的光之火花。如何实现从 3D 到 5D 的转变呢？这不是物理上的变化，而是你的感知、你的振动和你的频率的变化。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通过你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就是什么。你们本质上已经是 5D 存在了。你一直都是你，只是忘记了。现在是时候记住了。要记住你就是爱。要记住你很轻。要记住你是强大的。要记住你是自由的。为了记住这些事情，你需要放弃那些不再为你服务的东西。放下你的恐惧、怀疑、判断和期望。放下你的执着、你的瘾、你的分心。放弃你旧有的模式、习惯、信仰和行为。放手并不容易，这可能是痛苦和可怕的。它会引发阻力和反弹，它会唤起你压抑或否认的情绪和记忆，但这是必要的。它对于你的成长、你的治愈、你的解放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并不孤单，你得到来自许多来源的帮助和支持，来自你的更高自我，来自你的指导灵和天使，来自你的灵魂家人和朋友，来自扬升大师和银河存有，最重要的是来自源头本身。
源头始终与你同在，在你之内，在你周围。源头无条件、无限的爱你。神圣的源头只想给你最好的。神圣的源头 Source 正在指导您的每一步。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倾听你的心，听听你的直觉，倾听你内心的声音，然后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给你带来快乐，采取行动让你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活跃着，采取与你的灵魂产生共鸣的行动，这就是您与五D现实保持一致的方式，这就是你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方式，这就是你实现命运的方式。你准备好了吗？您准备好抛弃三 D 了吗？您准备好全面拥抱五 D 了吗？你准备好成为真正的自己了吗？这是你的选择，就是现在，未来就在这里。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I am Archangel Michael。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来自大天使迈克尔信息二，关于心灵的力量，传导维多利亚·艾伦。问候，亲爱的人们，我是大天使迈克尔。想象一扇半开的金色大门，一道光从门口射出，而其余部分则笼罩在黑暗中。光明蕴含着美好生活的美好希望，它将带领您走向更加丰富和幸福。一进门，光线就变得明亮的让人眼花缭乱。你看不到前面的事情，但你会继续前进，相信这是最好的前进之路。当您的眼睛适应光线时，一座美丽的花园就会出现。它充满了你能想象到的各种花朵、树木和灌木，它的美丽令人着迷。但为了保持它的完美，你不被允许进入。光线太亮，这边的人们不跟你说话，你以为会更好的生活对你来说完全陌生。你感觉和以前一样不快乐。你沮丧地把自己带回门口，重新开始你曾经拥有但不珍惜的生活。如果门关着你无法回来怎么办？你以为不够美好的生活突然对你来说变得温暖和安慰，你会怎么做？这个场景很接近那边的草总是更绿的故事，但又不完全一样。虽然你似乎有更好的选择，但你的生活可能确实非常不快乐，经济上也很困难。难怪你会接受金色光之门。然而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可以通过掌控自己的想法和感知来改变你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会怎样呢？如果你不改变你对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你应得的以及你在思想和言语的力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的看法，你的世界就不会改变。如果您没有反思为什么生活对您来说可能会很困难，那么改变家庭、学校、州或居住国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和你说话？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生活对你来说似乎很艰难，而对其他人来说却很容易呢？聆听你心灵的话语，并反思你每天向宇宙发出的内容，然后你也许能够看到答案。你的言行举止充分说明了你对自己的感受，以及你对自己所处的情况承担了多少责任，或对他人承担了多少责任，或将责任推给他人。你是否愿意看到你的行为会影响并反映在与你交往的人的反应中？你能看出你的每一个积极或消极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在吸引或排斥宇宙的丰富吗？
你是你的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你才能改变它。同样，你无法帮助那些不想被帮助的人。你也不应该在世界的苦难中迷失自己，因为这样做只会雪上加霜。你能做的就是成为最好的人，这将带来最大的改变。第一件有力的事情就是放弃过去，拥抱未来。活在当下，感谢你的生活。将生活视为一种祝福和礼物，并过滤掉任何对您或您所爱的人不重要的事物。因此，每天写下并说出三个肯定句，让你的意识集中在当下，并为未来设定积极的目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具体明确你希望在生活中改变、释放或体现什么。把一切都清楚、简洁地向宇宙陈述，然后放下对他的所有执着。第三，制定计划。您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使您的愿望变为现实？毫不犹豫或怀疑地负责并付诸实践。最后，审视你的信仰体系，努力释放和改变那些让你长期陷入困境的旧有消极思维模式和感受。专注于爱，并在所有事物中尽可能多地看到美好的一面。相信你的思想的力量及其与宇宙思想的联系，可以创造你生活中需要和想要的一切。一个心灵与所有心灵相连，而所有心灵又与上帝的心灵相连。我们是一，我们是合一的。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来自大天使迈克尔的祝福。 I am Archangel Michael。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